电视大潮，咱又来赶海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夹，走，又来发现一个石斑鱼。这个小石斑鱼太小了，别看它小，但它的味道特别的好，肉质特别的好，刺儿特别的多，这个刺是有毒的啊，太小了，走吧，等你长大我再抓你。又来一个大鼓包，来到海边见上这样的大鼓包一定不要错过，说不定里面就是个大猫眼螺呀。哇塞，好大的一个啊，哇塞，挤一下，快看是不是特别的解压啊，收了它，咱拿回家炒个辣椒。哇塞，又来一个双头蛏，这个蛏子为什么叫双头的，顾名思义两个头，快看啊，这个也特别的好吃，可以回家蒸一下。又来一个小鳗鱼，哇塞，走回家给我表演个才艺。哇塞，两个，这两个情侣的吗，正在谈恋爱吗？又来一个小梭子蟹，正在握沙，走跟我回家蒸一下，特别的好吃。哇塞，这是个啥呀，哇塞，应该是个长嘴鱼，这一头栽在沙子里边，怎么回事，哇塞，这个挺吓人的啊，正在直播中，加个关注看不看直播喽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